出發去名古屋，就8:21，9:55翻機。講翻今次名古屋9日8夜自駕之旅嘅行程先。九日总体上去了10个主要地方。第一日到名古屋，即刻开夜车去华回廊。第二日开2个钟头车去高山。第三日去平汤。第四日去西穗高。第五日去白川乡。第六日翻落嚟去郡象八番，之后去下旅。第八日就去妻龙宿同埋去犬山市。最后一日翻名古屋。Welcome to Central Japan Zen. 出發。去羅車先。方向的免費巴士，下一站是終點機場快軌車站。617就係我哋架車啊，拍低條片先。呢個日產。车虽然小，马力不高，但是可以放3个夹。今次第一次没有带大机，用 DJI Pocket 3、GoPro 同埋 iPhone 14分8条片记录今次的行程。開車大概35分鐘就到到酒店嗰度啦。到達咗第一晚嘅酒店啦，快啲噶，架車泊住喺度先，落咗房先。就呢間名古屋站前中丁，我哋架車。日產 Box 817 6817，好啦，我哋入場啦。因為係10月30日3連假嘅第一日，人非常之多，原來餐廳都排曬長龍。如果好似我哋咁中意影相咧，建議可以早啲，5點就要到達啦。拍緊呢個霧景喎，幾靚。
呢間日本料理翡翠餐廳食晚餐。好，我哋入去啦。食甜不辣飯。哇，個蚬殼已經彈開啦。美味啊，咁啊，今日嘅晚餐應該都食啦。晚餐之後就係重頭戲啦，200米隧道光之回落。翻查網上資料話，曾經被評為一生當中一定要去一次同埋世界絕景嘅景點之一喎。这条200米光之长廊是名花之里最受欢迎的景区之一，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出发滴滴好，影相影到不舍得走。好長啊！呢條名花之里，好靚，唔錯，已經10点啦，差唔多就嚟收館啦，行到盡啦，真係玩到盡啦，去到盡頭啦。感動シーンの連続です。想像を超える大絶景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。こちら大きな旅は締め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。これから間もなく。因為10点要收館啦，所以驅趕緊啲人群。好靚啊！呜，呢個係100米嘅花之回廊，係使用咗變光技術嘅 LED 燈，模仿油菜花田。Yeah.